我咧最近无聊一时兴起咧，就开新咗个 Marvel Puzzle Quest 嚟玩。咁啊，如果有玩开 Puzzle Quest 嘅人都大概知道点玩噶啦。咁呢个系一个半 online 式嘅版本，系 PC Steam 嘅版本嚟嘅。咁啊。遊戲裏面控制三位角色啦，咁啊，你用連珠嚟攻擊嘅，咁啊，你見到呢啲資訊啦咁樣，咁啊 level 唔同嘅話咧，佢連珠嘅時候嗰啲數值都會唔同嘅，咁由於三個加埋嘅關係啦，就淨係計最勁嗰個數值，咁啊，例如你連黃色嘅話咧。就係初發動攻擊咁樣，咁啊紅色勁啲啊就 Iron Man 勁啲咁樣咯，咁啊連完4年啦，咁啊依家你話連完5年可以唔 skip turn 嘅，即係俾多你一個回合，咁啊 critical 咁啊好厲害嘅。可以將啲攻擊力倍化，咁啊敵人剩翻51血啦，咁啊依家叫 Iron Man 出招收佢皮，咁啊呢招咧需要7個魔法點嘅，咁啊可以造成63點 damage。Thanks with the good game。正 Nick Fury，嗱呢个就系 Nick Fury 啊，咁啊同一套游戏啊差，咁啊呢个游戏嘅所有角色都跟翻漫画原著嘅，咁啊 Marvel 啊嘛，咁啊出晒 Marvel 所有人物噶啦，咁依家打啲靓仔先，咁啊。呢啲唔同角色對戰嘅，咁啊，敵人每回合都會生產一啲魔力單位嘅，咁有3個人就生產3點啦。咁啊，有個廢柴，殺咗廢柴先。即系咧，啲 AI 就唔識連珠。咁啊，你見到呢度有啲樓梯咁嘅 pattern 啊？咁啊，只要我喐呢個咧，就會嚇。OK，漂亮。咁咧，亦都見到有個樓梯 pattern 嘅。OK，呢度見到有個5連啦，咁我連咯。順帶 KO 咗一個爛仔，連珠爆發嘅連鎖。咁啊，呢度有個連鎖。咁啊，5個 turn 之後咧，呢支槍就會攻擊，就會出招噶啦。咁就係啊，5個 turn 之後會丟20個 damage 嘅。咁啊，對嚟講好少嘅，KO 咗佢啫。咁啊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雷神可以出呢招，造成200點 damage，同埋可以生產5個綠色珠。咪 KO 咗啦，跟住 KO 埋佢一滴血。无伤，咁啊做任务啦。OK，有2個烂仔嘅，咁啊去一个秘密嘅地方揾啊 Nick Fury，咁啊打赢咗会拎到 Storm 嘅。OK。咁我游戏一开始都系 Iron Man 嘅 Model 35，